庐山东林寺第四届净土宗研习班开学典礼现在开始，请全体起立齐唱三宝歌。所以说呢，以后的学习过程呢，也不要一头埋在书堆里，一头埋在书堆里，那是学世间的知识，不是学佛法。净土法门还是要解行并进，它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概念的范畴。你学了很多名相概念，但是你内心心动无动于衷，而不是你内心的真东西。这就是属他人的宝。你没有半分钱了。在这第四届研习班开幕式上，本人很惭愧，代表研习班学员发言。我们将以何种心态参加学习至关重要。首先，明白修行的目的，建立道心，培养宗教情怀，解行并进，以净土五经一论、圣严量和十三位净宗祖师的教言为纲宗，认真学习，深入体会，持戒念佛，做一个合格的敬业行人。起手西方安乐国，起手西方接引众生大导师，接引众生大导师。我今度发诚实愿，我今度发诚实愿。唯起慈悲哀舍受，唯起慈悲